今天好奇怪哦，看起来都不开心。爸爸弄坏妈妈的项链了，他不敢跟妈妈说。如果小朋友可以当勇敢的小宝贝，做错事情勇敢承认，姐姐一定会给他一个大拇哥棒棒，说他很棒的哦。小朋友，大家一起帮我加加油，大宝要勇敢跟妈妈认错。每个礼拜天早上11:30，一起来飞天妙妙屋玩喽。